近日有八卦媒体拍到黄子韬和徐艺洋一同回家，当天黄子韬在剧组拍戏，徐艺洋前去探班，他戴着黑色口罩，身穿酒红色长款棉服进入黄子韬房车，拍戏结束后两人一起前往郊区，等黄子韬收工后两人一同乘车回家，俩人一起乘车抵达别墅后，黄子韬抱着狗走在前面，而徐艺洋紧随其后。此前两人曾被爆出同款衣物、情侣头像且游戏账号为情侣关系等，黄子韬曾直接在评论区和直播间否认两人恋情，语气不佳。那情侣号没女的了，我挂一下不行吗？那人家都挂个情侣，那我不能挂个情侣 ID， 那我找谁挂去啊？我出去随便找个女的，我说你跟我挂个情侣 ID， 我找一粉丝，我说哎，咱俩挂一情侣 ID， 那不更奇怪吗？现如今此番亲密举动和一同回家的视频很难让网友们信服啊。